马上要抵达到我们今天住的酒店正前方这一栋。大的啊，等一下会再坐这个缆车，从地下这边坐这个叫，然后坐这个缆车过来，然后再乘坐那个三轮游览车。然后旅行线幸福新世界即将这边告一段落，最终小别时间。为你现场。